颜色这么单调，我的比它漂亮多了。上次数学成绩输给贝贝，这次画画一定要比它厉害。贝贝、文文，你们都那么认真的在画什么呀？木木，他们在画神奇妙的创造，就是把自己觉得神创造的很棒、很奇妙的东西都画出来。哦，哎，那可可你怎么不画呢？因为我觉得神的创造太多又太棒了，我不晓得该画哪一个。神的创造真的数也数不清，所以大大小小的人事物、人啊、东西啊、感觉啊，稍微仔细的观察，处处都可以找到哦。对哈，我们的眼睛、手脚、身上就已经很多很奇妙的地方了，还有看到的花草树木啊、家人啊、动物啊，好多好多。那我知道我要画什么了。哦，太好了，画好就快快分享给木木和大家看哦。好，木木，你看你看，我画的是我的家人，这是最爱我的爸爸妈妈，我觉得他们是上帝最奇妙最棒的创造。木木，我也画好了，你看我画的是宇宙。哇，我每次看天上的星星都觉得宇宙超级美妙的。还不错嘛，但是我觉得我画的还是比较好。你画的也行啦，但看看我的，我画的实在太棒了，更好哦。我画的比较好，我画的才最棒。贝贝、文文，还有小朋友们，这次我们可不是比赛哦。小朋友们，晨星之光亲子频道要邀请1到12岁的小朋友画出一个你觉得是神奇妙的创造，不论是人事物，你在生活中遇到看到的其中一个，只要觉得这个神的奇妙创造实在是太棒太好了，你就可以画下来，然后请爸爸妈妈拍照寄电子档到亲子频道的信箱，等到收集好了，到了今年的2024年的9月底，我们就会有一个发表的机会哦。在特别的节目里，我们会把小朋友寄来的作品分享出来，让所有的人都可以透过欣赏小朋友们的作品，一起赞美神美好的创造。每一个小朋友的画都一定有独特的地方和风格，都是小朋友用心观察画下来的，一定都很棒。所以啊，这次的活动不是比赛，就是彼此的分享。真的耶，你们两个人的画法跟内容实在是很不一样哎，但真的都是神美好的创造。对呀，贝贝、文文，你们欣赏神创造的角度不一样，但真的都很棒，也很值得和大家分享呢。好吧，谢谢木木。其实我很乐意和大家分享我的作品的。但是木木，你刚刚说1岁的小朋友也可以参加吗？对的，我们也欢迎3岁以下的小小朋友哦。家长或老师可以教3岁以下的小小朋友学习明白什么是神的创造，陪他们一起画，或是您照着他们所说的画出来，然后寄给我们。收到大家寄来的作品，整理和分组之后，发表的时候我们会分成4组。第一组叫亲子组，小小朋友和家长或老师一起完成的作品，可以自己独立完成画画的孩子里，会分成3组，分别是幼童组、国小低中年组、中高年级组。您在晨星之光亲子频道的 YouTube 社群页面、脸书或者是 IG 里，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电子信箱和详细的活动说明。
在这里我们邀请家长和老师们鼓励孩子一起参加这次的活动哦。好期待赶快看到大家的作品哦。对呀，看谁的画会跟我的一样酷。现在就可以开始行动了，快快想想要画的内容，画好就立刻寄给我们。非常期待看到小朋友们发挥你们的想象力，把神奇妙的创造画下来跟大家分享，让我们一起数算神的恩典。